又铁道迷了，还正在田中田当中。田中是那个。对啊。因为撑很快的。可以啊，利用点力，它也很大力。再来，再来，可以，厉害。你看他故意开得很慢耶，故意开很慢要让我们拍照。该不会停下来要让我们拍照？我可以下去停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客厅下去合照了，下去还合照耶？没有啊，河床呢？哎，还真的停了哎。可以的，有吗？有人讲话？哎，对，我停下来，请让大家拍照啊。蒸汽火车没有，他不会理你哦。我讲真的，对不起，有点嘴巴先出海，做到海出生意还要掏出2000块哦。是哦。不要下车，因为发生危险。谢谢各位。